能砍一下啊？来嘛，我帮你砍一下，我帮你砍一下，要么这个大白本本嘛。这怎么还这么多爬行？干嘛？你要干啥子？前天做鱼没喊完。你在上班的嘛？我说喊你。我人家喊你做鱼喊我嘛，我就有空了的嘛，上着班哦。那你来噻，班都不要上的了，还那耍啥？随时都可以做。那这天嘛，那都干休了，这弄久了，在哪儿做嘛？只要你来，我绝对是找到点地方给你做。是不是？是噻，我一会儿就来了哦。来嘛，你把我喝你啊，哥子来。老子，我怕现在来的话，我弄得黑去的嘛，咋子呢？黑都黑了，你都你我拿在哪儿住？在你门口住啊？哎呀，黑了我有黑了的安排，我门口我口口就张了水，没有住过，去试一下噻。耶，那我就说你了，我一会儿就开来了。那你要搞快的啊，你们要办一台摸进来啊。哎，快点黑，分分钟就弄了。啊，要得，我等你。快点，几号的看见，那鱼都睡醒了。我说芝麻黄，看你看它还是刚刚好。太定了，给你。我要找鱼啊，准备呀，我都要去。我说直爽。不去，你不去了的。不要。不，下午不能去。晚上不能去，晚上也要不能出门。我还是穿一双，虽然我可以给你们打灯嘛。那我不去，你要给我装蛋吗？宝贝。哎，这黑了，可以摸得到摸不到，因为我都白天想摸的嘛。摸得到，那儿读书那儿摸去啊，黑了回家都摸得了。那儿怕是看得见嘛，这黑了看看不见。一样的样子。那儿摸不到咋办？黑了黑。摸不到，我天头总摸得到。我天头摸了，我给你要得不嘛？我南瓜要的。你没命啊？嗯，那是怕你发红包。你别看到这个沟沟头，没好点水的，涨了水还是漏得到鱼。嗯，要得，你这龙虾这个烤烤的。哎呀，你要放家里哈，你看一翻手就跑过了哈。嗯，我来看着的。这没得的话，你可以找去剁哈。我养你来不太好哦，黑的。我放在那里咬，跑出来了，你要养哦。你这龙虾那绝被安不到的，有鱼，怕虾子都没得过的。快来点嘛，只得一个，我看到了。哪里哦？我没看到。嗯嗯。哦。嘿，开张了，开张了，开张了。当然是鱼噻。真的。看嘛，逮一个都叫你黑跑了。我又没摸过，好几年都没回巢了。那水都混了，你只能当清凉了都。我还有没有跑？你早点过来，俺好水。抓到没有？饿了。小宝，你看，这个就快吃到了哈，两三只汤了。哎，你就别，这是我们小老汉经常做的鱼，烧糊了子。那这个是叫菜板鱼、扁鱼，该叫烧糊了子啊，跟人家老汉讲的。谁养的？现在的好小个，以前很大个。你看这不是有个？哪里？我简直没看呢。它是高点了，叫方嘛，过过来。哎呀，怕干脆你也拍我一咬。钓到没有？你看我们这。鱼都要扒在口袋上都跑不脱。哎，姐们，今晚上怎么不咋行呢？就看到养鱼大哥来不好。那我视力不好嘛，手机也视力不好嘛。哎呀，有的嘛，没见到虫子呢。姐们，你看，我又看到个龙大点的。算了，不捉你，你可把你姨奶奶喊进来。嘿，你看我还是开张了。哎，你如何也不小啊？嘿，你是不是狗圈子吃到了？我看鬼了嘞！切着切着，大鱼哥。跑了跑了，还带点没有？带这里带这里，别慌，来了。哎，你看，一个人一个才公平，我抓了两个这么大的了哈。要亮的亮的，要亮的不亮。看，不要挡我气口。这里有个，这里有个。来喽来喽来喽，快点摇哈！我给你们找到，你们都摇不到噻。摇噻，堆上去噻。哇！哎呀，老子怕弄手了，弄手了，快点！通通都抓到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通通都抓到了，你看嘛。哎，我没想过你这种小狗狗的还鱼多啊！我过两天又来哇。要得噻。这咋涨过水都没涨水没得？婚礼的时候浑水摸鱼，那不是搞不好这大的。我没想到你弄小狗狗那么多鱼，是把人家鱼塘跑出来喽？那也不是我鱼塘跑出来的，刚才有几口大鱼塘在钓鱼拍下的。嗯，这儿你可以看一下鱼塘的还有没得。嗯，不过每天我都来看。
得行不？要不噻？嘿，要不你都没关系。哎，你看，你对，你看我还是又找到了噻。你怕还得要些啊？嘿，那个是高蛋白。你看我又看了个你大哥，啥子嘛？手可以做，怕喊啊？哼，你大哥换鸡跑了呀？你看。你说我跑还得走喽？爹们，你看你大哥换你又开跑了。别夹着你手哈。哎，你们弄两个下不了锅的嘛？走。哎呀，煮汤噻又。哎，那边水缸哈，那天我弄的就是多少水缸喽？几天的收获就是。让我看一下。来嘛，我帮你看一下，我帮你看一下，你嘛觉得大白白没嘛？这中国还有这么多螃蟹哦！还有高蛋白的嘛？看到没有嘛？那个大不大？那个好大呀！啊，好，我来弄去不？嗯，快下来，叔叔们打针弄去。你们打针，我给你们抓项链哈。嗯嗯，要得，要得。